声，呲呲啦啦。我这借鉴了四川的一种做法，做条鱼献给嫂子的鱼，鲜香。今天呢，给您做一个快手菜，嘿，就是专门给您节省时间，节省时间。您在家呢，也方便做条鱼，献给嫂子的鱼，鲈鱼，可以蒸着吃吗？可以蒸。还有什么鱼蒸着比较好吃啊？就是新鲜鱼就行。新鲜。对，新鲜鱼，您要冻鱼就不适合蒸。对，就没那鲜味儿了哈。没那鲜味儿了。最好呢，您说呢？最好用什么蒸？就是家里边，你要桂鱼好吃，给老人的他可以，这骨头蒸的，对，骨头蒸的呢就光是肉也这么炒，但是骨头呢还熬个汤，熬个汤啊，鱼两吃啊，反正根据你自己，对，是这个呢，咱就直接蒸了，嗯，你要着急出去玩去是吧？赶时间，那就咱做一个快的，对，好，您看这个呢就切一字刀就行了啊，这样它便于入味儿，哦，知道吧？哦，你看。隔一段切一刀，对，嗯，那个便于入味儿，便于入味儿，嗯，放一下它可以去腥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嫂子，你看啊，嗯，其实呢，它这不能搁底就完了，啊，就是淋一下，淋一下就完了，淋一下，这个应该啊，先烫，我就先改了刀了啊，嗯，其实一样。这个都挺干净的，对，这鱼就不脏了，有的就是，对，为了就把上边一层膜，嗯，是不是？去掉了，你看，嗯，对，这个挺干净的，就是你看这个，它就这样，就这个鱼干净了，嗯，嫂子，你看这个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拿凉水冲着，你说啊，是吧？你看啊，嗯，刮着完了再冲着，干干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，这个呢，我们贴点姜，对，贴点姜，对，拍一下，对。拍的一下，充分的，对，处理。我这借鉴四川的一种做法。一说四川，我就想起来，一定是辣味儿的。四川也咸的，有辣的，但是有好多菜它也不辣的。嗯，好了，你看我们的，我们腌上点儿，先有点黄酒，黄酒腌上点儿，去去腥味儿啊。对。你看有的呀，它为了增鲜，你看它可以加点什么呀？蒸的时候，嗯，它可以加点味精，哦，抹一抹，嗯，它的味道它更鲜。你看啊，其实好多人对误解对味精啊，这误解太深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它误解只要它不烧就没事，不喜欢，嗯，它一烧它怕烧糊了，它就出现那有化学反应了，对，我们用葱油封它，你看啊，腌完了就用葱油，这样出来它就，嗯，它就。不散有香味儿哈，有香味儿都不散了。对，这行了，好的，我们搁一会儿腌的会儿啊。啊，腌一会儿，腌一会儿啊，腌几分钟就可以啊。对，就腌腌它，去味儿。行啊，下面咱们干什么？下面我买的肉去。这个套餐有肉，需要肉。这是五花肉吧？五花肉。嗯，这个光吃鱼，它又不补充肉。嗯，这人呢，您知道造成了什么骨质疏松了？哦，切丝儿。但是呢，补充的量，对对对，得合理搭配，啊，对，切点葱，嗯，嗯，而且葱也不用太多了，嗯，够了就行，够了切。这是泡椒，泡椒，泡椒应该不太辣吧？对，泡椒不辣，嗯，泡椒切成条，切成条了，咱这鱼也腌好了，嗯。是吧？那鱼，好料。这个现在要哎，把锅溜溜，锅溜的锅，搁上料，嗯，花生油，对，花生油，关键是再搁点香油，关键是香油，嗯，这一半一半就行了，哎，行了，够了，哎，你看这个，嗯，这菜为什么香油花生油？哎，你看这特点就出来了，嗯。这香味儿出来了，这油香味儿出来了。要全是香油的成本太高。香味儿出来了，这时候我们搁点这个肉。嗯，把肉煸了，肉煸的好。对，肥瘦相间。肥瘦，对，都有。小肥瘦。老子，你还没明白啊？嗯。他说他自己呢，这肉挑的好。我人切的好。是，哎呦，特别香哎。既有植物油，又有动物油。这时候搁点葱，这时候把这个料搁这了。
葱姜。对，葱姜。嗯，香味了。对，你看这时候呢，嘿，那时候咱就搁芽菜了，四川芽菜。四川芽菜哈。啊，你看啊，这还不能太多了吧？对，不能太多了。嗯，这个行了。嗯，煸一会儿。煸一会儿，你看啊，这刚才这香味出来，芽菜得煸熟了它。嗯，泡椒。这太多了也不好，少搁点。料酒。哎。你看，它就顺着锅边一喷，锅边嗯，酱油，哎，不是老抽吧？酱油，来点胡椒粉，胡椒粉，有这个胡椒粉，哎，行了，嗯，来去腥哈，对，糖，少来，好，酱油了，行了，不要了，嗯。这是加点味精，你尝尝够不够啊？出锅了，哎，我得来点酱油，一点，嗯，啊，行了，这就开关火吧，可以了，这色可以了，这色可以了，嘿，好，您看这往上这撒上，多省事儿啊，这个，嗯，这你回家你一吃，这省事儿哎，是不是？对，从来没做过，哎，可以。是不是嫂子？哎，这回家你一蒸，这是什么菜来的？冬，芽菜是吧？芽菜，对，四川芽菜。对，行。哎呦，对，嘿，真香。蒸几分钟？这个蒸八分钟。嗯，八分钟差不多吧。啊。哎，你说这菜快不快？拿筷子，拿筷子尝一下。哎，这个可以。我再拿出来。好香啊！你把这得搁这儿就行。对，哎，这一推。挺好，还有葱花是吧？对，葱花得搁点，多棒啊！再吃点油就行了，油太多了。嗯，油太多了啊，有一点就行，就加点香油。我这一吃了就行，还纯香油就行了。哦，还得把这个过程拍下来。滋滋滋啦啦。先给嫂子吧，别介，哎，那不行，我最后嫂子，您得先开动，我也不会说，我也不会吃，啊，我先吃，太不环保，谢谢了，嗯，哎呦，嫂子，嫩，你也尝尝，鲜，来，您来一块，香。大嫂在这个地方亲自做的还不错，这个菜又下饭又好看，对对对，还又省事，三个字，鲜滑嫩。大妈这个菜真棒，真棒，真的。搁了泡椒，它比较辣，对，是吧，黄老师？嗯，老少皆宜。有鱼有肉，有芽菜，啊，而且这方法又是蒸的，所以说特别适合老年人吃。得嫂子有点这个。嫂子下饭菜，我连药都忘了吃了。哎呦，别给我了，你打太多了。这，我们好好做菜，你们好好吃饭。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